变日式。这边马上就变实体。这就日式的嘛，日式不都喜欢用石头？把它弄成不是，把它弄成沙漠。它没有人。你这个沙漠应该弄干净点，就是很对啦，要很节约哦。好节约。在后面。
Thank you.
学们，感谢他们。来，我们继续看到的是我们龙潭乡公所的伙伴们，是不是跟大家挥挥手？龙潭乡公所的伙伴们，有我们叶乡长、叶方海乡长所领进的，预祝我们茶园广进，还有我们代表会的主席邱主席，来挥挥手。我们的叶乡长跟我们的邱主席，好，我们这小心各位现场的，是钱嘉禾啊，那闭眼那时候挖的时候没有给他拍下去，你看忘了拍钱嘉禾房间那个闭眼的样子，但是现在已经先把防癌底漆都涂上去了，现在是白色的墙，我已经把胶带都贴好了。他的房间目前被我搞得乱七八糟的。这确定要感染哦？开工，涂下第一笔。先弄少一点，没关系，先试试看。来，看这边。等一下我。涂上去没关系，真的是忘了弄完壁癌的时候拍一下，那时候没有拍对不对？刮完的时候。那次没有，那次没有拍。好吧，可惜了。没关系，下次。以后提醒我啊，导演。你要记录你的房间的样子，曾经怎么样怎么样。有没有听到陈导？你看这边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很粗，不行啊，我再看一下，刚才有没有看，为什么，没事，感觉上没有跟那个有水泥漆没什么差别。又比较。
吸成了他要的梦幻纸。不是，是那个什么微风纸还是什么的。哇，真的很梦幻开始。现在暂时是一片狼藉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就装装样子就可以啦、啊。脏了。还。你把一直涂过去吧，左边还有一点不匀的地方啊。特别是左边啊，左边又不过来。啊，你那个涂成一点的那个地方，为什么不要把它稍微那个？没办法，那没办法。补一补啊。上面有一些不匀的地方，就是两层的，两层颜色。这是陈嘉尔的房间。看到了吗？这样就比较清楚了，变成紫色的，还要他自己选的粉紫色。那天花板不能再用紫色的了，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天花板漆成紫色，下面是白色才对，好吧？可以的、啊。对，今天在哪里？去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这边对，你这边有鬼呀！有家伙的话，你这差再困难。那你们这样滚呀，这个快，阿姨们要个两三，要个这。对了。好了，就争取一点。哎，没关系。这有颜色，然后还有多少？没有，我在拍影片啊，所以你们就唱歌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不好？嘿，这样礼物你不要等下弄来弄摸来摸去。他叫你在这里，真的，我跟你讲真的，把它吃完。他叫你在这里扫地，你就哭了。你的活动就是消费券啊，消费券。然后就三千啊，然后对3000块。一兜里丢了。哎，我们到投3张了。一兜里丢了。那个小叶，你好公务员啊？公务员啊，公务员。哎，你这刚才买的是连装潢呀？啊，安装吗？没有啦，我已经得了，我讲一台一间厝可以，可以安尼吼，吼，迄本非常啊，感谢。他这个要礼物，应该会找人来买吧？买一些东西，下
啊。我不是在考虑我怎样，我只是在问你们怎么处理。咖啡没关系啊，你坐你的。你坐你的啊，你坐你的。我居然有女初长成，就没想到所以有人继承啊！耶！女成家不催，女成家有女初长成。送别。吴家是我们家，不是姓吴的家啦。现在跟这种发育阶段的小孩讲话要小心点哦，糖分会加太多了。他已经加四瓢了。不够甜啊，掉出来的不甜啊，我不晓得里面怎么样。对了，跟我讲了哈。还没。好啦，不要那么难，好恼。就是
是很破坏的呢。就是有路美好像在一样看扫墓地前那种，不是在那边玩他吧？你要学习。对呀、啊。那个谁知道吗？他、啊。主持人是谁？是谁？你爸爸的爸爸了。他爸爸怎么讲？你听见了没有？朱立伟，朱立伟，你皮要扒紧一点哦。哦，你要回去，我们都不帮你啊。像写字一样，就比较你在里面转哈，这个没关系，你转出来呀。没关系啊，就只转点没关系的。你就整像写字一样啊，下底部拉堆。你要从右边过去，不要站在正中间了。要先，小叶后面再注意一下哈。对。朱立文旁边一点。旁边一点，后面呐、啊。然后。西施念宗师，班门弄斧，实在是。对啊，就是要考你出来。爸，民国68年过世了，怎么还会有庚是七呢？他，但是那时候不是放在这边啊。这个票骨嘞呢？这十多年嘞，这庚是没错啊。哪有要十几年？没有、啊。有啦，放了十几年。就不会来扣呀。那民国庚五年。庚五年对啊。甲乙丙丁戊己庚，庚是七字头。己，然后呢？子丑寅卯辰巳。七七啊。是吗？七七，我刚就说七七哦。就朱一如说的啦，我说他们朱一如助理猜对了，这样猜对了。对啊。朱云欢哦。哇，那是什么？好大一只哦。那个蚂蚁啊，那很甲虫的啦，是那是很甲虫，对甲虫。你不要去玩它。这个要考试哈，第一年12年算，第二年几年算，10年算。你们没有记在下面。光哪一年？那个，哎呀，这个会考啊。第一年12年算。请一下，请一下。爬进去了。
一袋的卫生纸就放在我口袋里面了。上厕所，流鼻涕，打喷嚏，流眼泪，还要擦汗，擦眼屎，当然要带。擦耳屎，擦鼻屎，擦牙屎。嘉尔，请你坐好。这边路况车子这么多，路况又不是很好。坐好，不要跑到前面。搞笑。搞笑也不需要你到前面来啊！你为什么给我两张？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会想撞他？因为我没有看到前方，我没有安全感。你看旁边就有安全感，干嘛看前方？我不行，我一定得看前方，看旁边一样没有安全感。你就长胖一点，前方就让你坐。还有一个可以逛。太平洋什么东西啊？看这个海管，还海岸度假饭店，是不是？哇塞，这么多！很棒，这个也是。可是没看到怎么进去啊？它所有进去的地方，入口嘛，所有进去的地方，通通都是叉叉叉叉，禁止进入。这里啊。叉叉叉叉。有了，它有的入口可以进去。这是住宅区吧？不是啦，跟你说，饭店里面还有。把它有那个被吹弯，哎，温泉度假，这边才是入口。哎呦！石门呢，陈江，你们这边有石门国中啊？他们是经过的。不知道。那会不会很尴尬？那个以后两个。我是石门同学。石门加油！石门加油！这也有嘞。啊，那我们到底走对走错？对的啦。对的啦。金山直走。同样的名字在台湾出现很多次了，像中山路有几个中山路，我们要不要切过去啊？金山在左侧。哦，不爱国小。哎，怎么右线也金山啊？都可以。都可以，不行吧？国都。万里隧道，刚不是在万里隧道，没有，那个不是万里隧道，这个在那个天籁的那个路线图里面有特别讲到，经过万里隧道。那经过这边到天籁要多久？还有一段距离。啊！哇！大不大？坐个车。哇，这个隧道。只能告诉你，就很不挑食。跟你讲了，就是要第一段这样子让你那么远到，就是其中就是有设计过的，你也是随便那个，这是考验啊。不用打了，旁边这一台就是。开玩笑吧！哎呀，你在讲什么啊？一个阿婆坐在上面。那边团长车子是不是类似那样子的？是。来到这里，感觉好像在小人国一样。什么？感觉好像在玩那种黑暗的那种。啊，小人国有这个？有啊，有一个船在那边飘。鬼屋吧。小人国鬼屋算是。对啊，就像这样。好像不是，每个人都是这个速度。也有地质公园，还特别印个那个女王头那种。那个女王头有啊，那真的著名美术馆直走，难怪车子这么的多。笑话好了，小明呢，刚跟铁啊常常呢分不清楚，然后有一次他忘记带他们家铁门的钥匙，然后就他老婆就刚在里面，他就说：“老婆，赶快把你的大钢门打开。”等了哈，走啊，走，
小明，我会有老婆。那他就是有老婆吗？他就讲小明，小明那感觉上就怪怪的。我再跟你讲一下。小明，老明，小明呢？他很怕蚂蚁，有一次他在厕所看到，咦，一大堆蚂蚁，然后他就赶快冲去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老师，厕所里有一大堆蚂蚁。”然后老师就是儿心里想说：“刚刚呢才教英文，蚂蚁的英文怎么说？”然后就问他说：“蚂蚁怎么说？”然后呢，小明就不敢说话，然后又再说第二次：“蚂蚁怎么说？”小明还是不敢说。问第三遍，很生气跟他说：“蚂蚁到底怎么说？”然后小明就很想哭的样子说：“蚂蚁什么都没有说。”真是无聊。冲浪，下面都冲浪了，怎么都穿黑衣服啊？不不，把它穿蓝。想着那什么鱼呀、啊，我想着现在叫上弦月，左边。哪里？是脚本的。哎呀，好想睡。快到了，再好想睡。你赶快睡吧。什么啦？这房子好冷。哦，好热。奇怪，为什么后面一堆车这样堵在那边呢？那是刚才那台货车啊。是
没有货车关系了。哇，你温泉区有没有看到？这附近有很多的温泉。看哪个？这边还有一个野生温泉。野外，户外。我要走二号，我就走到金山市区。你要走二号，好，你继续走二号就对了。哦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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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，不是绕到市区里啊。OK， 一定不是。哇，陈家祥，你看上面写什么？火山浴温泉哎，哦，一堆温泉，一间150块。火山温泉，大房村，金山温泉会馆。哦，这里这么多温泉，平日7折，假日9折。一楼汤区980，他什么时候才要这用这个价钱？这里这么多的温泉，平日晚上12点以后，他有没有写起150元起？其实这边，我再看要不要绕过来，没办法，来不及。可以，在三边绕，啊，可以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也是突破到现在，终于到这里来，还是突破好几次。这一台也是啊，金礼包，我们这几台都金礼包文化。你下车，要不要让我下车一下？我拍一下，看一下什么？拍一下裤子。嘉阳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不是啊，危险危险，这里后面没有车，我看到了。这没有几秒钟，没有几秒，他在干嘛啦？他身上都是那个血血啦。哦。刚刚已经偷台副车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搭另外一台车走了，吓死我了，飞走了。OK， 走吧，赶快安慰一下妈妈。快点啦，结果那条货车比你还快。阿波波 ，Go Go， 妈妈一定最快的啦 ，Go， 对啊，这台是柴油车，起油起步快而已啦，后面都会变慢。70哦，不要被照到，70哦，爸爸现在才60。坐好，坐好，这样子爸爸都不敢开快车了。你又一直说气死啊！啊，想开快车。我开中间的，中间比较好开。中间。前面是测速吗？70而已啊，不是70。他看起来好像警察局还是消防队。国家公园，终于要弯进去了。所以就是走到这边，然后接二甲就对了。终于可以通过地方。所以这样走。二甲，我不是二甲，我是六饼。哇，这个 Seven Eleven 也是哦，里面。他的那个也太大了吧？提亚咖啡在楼上。他的那个他的叫什么骑楼啊？骑楼也太大了吧？亚提车 ，sorry， 亚提咖啡。哎、欸，你们是怎样啊？你是欺负我老婆、啊？你看，不是我，欸、哪里啊？这边吗？是，哎，嗨，哈拉文泉，欺负我老婆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很辣，你自己怎么学的那么怪？哈拉，走。哈拉了68个小时。停了温泉5分钟而已，啊，我们真的还是准时到哎、欸，第一关通过。我们怎么跟爸爸一样？哇，很漂亮哎、欸！哈拉温泉这里还有很多古道哎、欸，鱼路古道什么搭灯塔古道。哈拉温泉感觉好像在打手机一样，什么优惠哈拉头家。
途加168了，拜拜拜。在看我吗？真的、哦，他没钱，你在看我吗？对。好，这山漂亮。是水泥厂的是吧？它上面有四个标志，什么鱼的古道啊，什么什么鱼路古道，什么灯宝的。那台波波没有啊，波波没来，波波都在后面了，被我们甩掉了。外面风好大。喜欢嘞、欸，我们渴望好像也有来过这边骑过。拜拜，干巴爹，干巴爹。我就要把该压了的那个英文总兵了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把该压了的英文总兵了。什么东西？B O G G O Y A L O L L O 也可以。只要一上坡，他就完全没办法。老北北。我这边还有做一个小那个呢，对吧？对啊，做的是很可爱，然后两夫妻也是那个脸很可爱。嚯！哇，什么工厂？工厂还有陈家阳最喜欢写这种小说了。我去看。台湾炼铁金三厂已经废弃的。过去一点。陈家人有问题好不好？你怎么可以到这里？明明就八烟，他讲人烟，怎么小是爸爸讲的？也是爸爸讲的，哪有？我讲的。对呀、啊，我记得是陈家人乱讲，他爸爸听。你自己讲那么多乱讲的，还一直批评别人。哎、欸，到五分钟了，还没到啊！天籁到底在哪里啊？没有，他要弯，他要弯那个。直升机飞上去。
我为什么要开到？阳明山国家公园到了。不知道，这边就是山。谁说的？阳明山是个地点。谁说的？是啊，没错，你说的很好。现在到了。这边可以玩吗？是啊，当然可以啊，你。哦，没有，是地上画这样子啊。真的准了五分钟哎！你刚才说五分钟到还没到，就48到这里是刚刚好啊。38度西什么温泉？阳光天气，这里还一大堆嘞！拜托了，贴到阳明山还没贴到天籁啦，只到那个牌子。什么啊？阳光如此美好，如何艰辛？都拜我的笑话所赐。哇，你看这边，没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跟温泉会馆这样看出去哦。这别墅吗？别墅的，因为那时候其实办那个天籁那个，我记得那时候就也是一个社区一样。温泉别墅。也是有那种社区。温泉别墅。住在这里有什么？住在这里很不方便。看对面的山很漂亮啊，每天还可以写温泉。哦，看到了。你有没有办收费券？消费券有。啊，那怎么？Park。哦，他们怎么那么快就到了？差不多到刚到吧，看起来就是刚到的样子。我们，哎，这个谁也来了？怎么？哎，你那边没看到人续发的通知哈？找一个可以遮印的。很难的，什么投资？啊，这边啊，没有。哦，有，这边那个，这边有个印。路灯。路灯那个印，至少这样再怎么样遮一下。哦。我一黑马赫。哎，只有我穿这样子，会不会很奇怪？不会呀，不会，我穿太多了。哪有在外套吗？不要，穿这样就好，穿外套。穿雨衣。吃的要带着吗？没关系，不用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们先去集合。这个